一个小孩生下来，生身父母不要他，给人家领养，跟养父在一起了十来年，后来又面临养父也不要他了。这么优秀的一个学生，但是他面临的是一个要被弃养，不晓得明天要到哪里去的这样一个困境。优异成绩啊，进入到我们文昌的手球队。他在数理这方面表现，尤其是数学科，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十次的评量或者是测验啊，几乎有八九次都是满分，啊，在我们班是非常突出的。他会把联络簿放在房间的门口，让爸爸去签名。那爸爸他每天会在联络簿上面留60块钱，这个60块钱啊是供应他早餐跟晚餐，所以信佑他每天早上就利用10块钱去买一个馒头，然后晚餐50块钱就吃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东西。先前我曾经发现，为什么这个孩子早上总是在啃一个馒头？那我曾经问过他说，体力付出那么多，你吃一颗馒头够吗？然后他总是笑嘻嘻地跟我讲说，老师，我很喜欢吃馒头。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小孩子啊，他事实上是很安贫乐道的。周老师是一个很关怀我的爸爸，然后师母像是我的妈妈，就每天都会跟我聊天互动，住在那个家很温馨，就是有人关怀我，让我觉得不会孤单。他在我们家里面很多家事都会做。那另外就是他自己本身每天回家的生活习惯也很好，他因为练完球之后回家一身汗，所以他会赶快洗澡，然后他会清洗自己的内衣裤还有袜子，那有时候他看浴室里面地板比较脏了，他也会刷洗地板。我倒反而要感谢心佑，来到我们家之后，其实对我儿子成长反而是一件好事，也是给我们家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那至少我觉得我们家的儿子他已经开始学习做家事，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做，然后他来之后就我们也要开始要分配工作，已经开始学习独立啊，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去体谅去关心别人，那事实上对我们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待他就跟自己的小孩子是一个样子的，那所有我们家小孩所享有的一切啊，信佑同时也拥有。像功课方面，然后写功课的时候，平量就是两个人都要写，就写相同的量，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也是就是都一样，买衣服的时候就两个人都会买。我是希望说到我们家来之后啊，我希望我跟我太太可以让他感受到一个家的温暖。我们家小时候是移籍贫户，所以家里的环境也不好，我所有的成长背景那这些我觉得对我在课堂上跟孩子讲究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有非常多故事可以跟他们分享，让我觉得说对信佑是一个
激励作用。他也曾经跟我讲过，听到老师很多小时候的那些事情之后，他觉得说，哎，老师都可以这样子过来了，而且啊，可以成为一个老师啊，他认为说他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个地方。很多人呢、啊，还对信佑的同学啊，蛮关心的。他未来他要上国中，还要上高中，是不是要继续升学这样子？那未来的这些路要怎么走下去啊？我想我们也会一本初衷啊，会继续关心下去。去大甲读书，因为大甲可以直升高中，就可以一直读下去，直到高中毕业之后就去考警大。如果顺利录取的话，这样老师也不用担心了。很难能可贵的，只有信佑。啊，他愿意把他的钱拨出一部分，买了一碗卤肉饭给我那位同学吃。我曾经也是有一餐两餐没有吃过饭，因为没有钱，所以我就想说，这样子的话，我就请他一碗便宜的，就先垫个肚子。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那即使他在很贫乏很困穷的这个环境之下，他仍然愿意跟人家分享，帮助到别人，让我心里觉得很愉快。我是觉得他是一个乐观进取的一个小菩萨，从他身上看得到这样子，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那我们人在逆境中应该学会他这种积极正面的能量，去分散给周围的，不管所有的人事敌物，那这样子从他身上会去学会到感恩。觉得说普仁甲会去重视这一块，好，等于是给我们社会注入一股清流。那么这股清流，我觉得就不像一般的所谓的锦上添花，它反而是一种雪中送炭。这些受奖的学生，他并不会因为你办完颁奖典礼，原来那个状况就消失了嘛，还会继续存在。那其实是很值得继续去追踪嘛，去关怀、啊。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种案例，我们去寻求去结盟啊，去寻求其他很多有专门在做救助的这样一个团体，然后把它转介过去，然后我们都获得一个暂时渡过难关。我们都觉得说做这样的事情很有意义。要不是老师的话，我现在可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谢谢你们，在我贫困的时候伸出援手，让我可以到你们家一起享有很温馨的感觉。我希望长大以后可以像老师这样子很温馨的家庭。我常常跟信佑讲，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一切要靠你自己去获得。好，我相信你将来拥有的东西会更多，而且会去更珍惜它。希望他能够组织一个啊属于他自己很美满的家庭。好，那我想说，或许可以弥补他小时候所没有的。